这个就是行动，我们所谓的行动零下30度，现在刚刚好成功出来了，然后他们将榴莲剥出来，榴莲吃风都没有时间，工作人员全部交托出来 OK。整粒，你听到声音，整粒好像冰块，因为它是放到黏里面，最深里面的组织，也是零下80度，所以它的耐气就很长很长。好脆哦！现在来你要感觉你是等待什么发展，我要感谢一下时间。